愈来愈多，欠多 flow 愈老愈贵，即马台湾的门户大开咧吼，即真侪的资金入来买台湾的，即叫做关键技术、关键企业这方面，电脑买着、学着，后日还佫来进一步发展，就来拍咱台湾这企业，所以即经济上也步步进步。阿妈伊就看到讲，民调安尼，大家拢反对要将中国统一。所以就根本上还是爱教育文化，教育文化，即马就爱用教育部长，即马换一个教育部长，你讲四级的，换一个文化部长，文化部长是啥物啊？用的嘛吼，现用的嘛，你甲看，要准备要啥物？替代文化，教科书各方面的内容要取代文化，所以这吼这三个一直变来，台湾的先拢是对。台湾的出路，我是咪讲哦，咱第一呢哦，咱台湾要继续安尼来生存来拼吼，第一，咱应该爱正面的来迎接前朝中国政策，对中国内部的贪污腐化、社会的这无公义、这人权、自由拢总无、这迫害等等呢。嘛，干那，逐日咧讲台湾问题，应该是讲中国问题，即正面甲严严严严在使，互老百姓了解袂用参这个国家，安尼来统一，吼、哦。第二呢吼，唔通跟国民党嘅路线，要参中国行较远，行较近咧。要行中国路线，要参国民党嘅路线相反，要参中国行较近咧，无参中国，即号做。互动就无多了解中国，我都无咧相信这套咧。你若对国民党的路线参中国行较近咧，强化亲中政策的正当性。伫台湾亲中的政策变作真强、真正当，连不多人咧支持亲中的政策。那安尼人后日要选举，要选一真正正牌的传统、正牌的中国党，才会选一冒牌的中国党。所以咱哦，伫文化上爱加强对台湾历史教育上爱对台湾历史的认识。即马伊咧进行互收掉咧，咱伫往外围包外围来包围内围。外口即款有关台湾意识、有关即款的讲演，有关即款的款文章、有关即款的读物，爱愈来爱愈侪，互老百姓每咱甚至讲主动送到每一个家庭去安尼。若无退不卖使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家庭这是唔对，政治上吼，咱即摆你有感觉无？台联即届我就是机会甲大家话多些吼，台联三线。有一个党团大好了，一个党团十民之党徛做伙哦。即摆立法院继续来活泼，你敢知？从顶回立法院变到加正活泼呢，台联一撞呢，大家拢对撞呢。哦，迄就是立法院决战啊，政治上呢，立法院在动啊。即摆无像以前讲，我发扬伊，点点互伊落啊。经济上呢，我是咪讲应该啊，即号做。外劳的工资，爱甲咱的基本工资来脱钩，爱让这咱的企业家哩，即摆中国因外销即摆要转来内销啊，台湾的厂商底下问题也真多啊，后日啊，豆豆应该回笼转来吼，应该改善咱这投资环境，伊呢，即号做单位成成本的降低，互你等下落来，我无看嘛，伊只有做半点啊，改善台湾内部的投资环境。这方面爱来做安尼，所以只要咱有信心，台湾人团结，茫无分化，分化台湾台联党甲民进党，分化台联的内部，嘿，即嘛嘛人咧笑笑台联的吼，无当选三个无代志，有当选了哇，这得有十几万咧吼，哇、哦，那台联呐，这参你顶位总统渐行渐远。台联是李总统创做诶，创入面诶。李总统诶路线是干呐台联咧执行尔咧。你若两句话就搞啊，你想分化啥物物件？所以我伫遮咧感觉讲，咱团结，相信
台湾的未来是伫咱台湾人的手底。咱只要搁较民主化，只要老百姓对中国较认识，只要即个咱政治人物对中国问题、对两岸问题，唔茫多闪闪避避，正面听出来，来参与讲解清楚，即咱爱有信心。哦，所以上尾一句话就讲：坚持再成功啊，行动造难；行动造难，坚持再成功。台湾要成做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无受着外来政权的干扰操纵。我想讲日子是愈来愈近，但是这条路唔是讲真短，这条路我是讲要一段，才有做。长长的路爱咱行，咱一步一步行较稳的，一步一步手牵较条，一步一步咱的心念较活。咱像咱海外台美人的社会精英，全关心咱台湾。咱台湾的内部，咱的政治人物，加减爱出来参咱台美人大家，安尼啊做伙坐，安尼那就伊去金门互伊做一下兵的，精神较好咧，唔通安尼吼。即安尼要死哪下，啊吼，做拄着问题，拢要闪，拢要迄落。选举的情况，我真好，只选完，拢另外一套。即最主要是要靠咱家己。啊，我今日啊，即时间呢，我想讲讲到只有15分钟的时间呢，予大家来指教。哦，有啥物问题呢？我尽量来。啊，对，时间吼有限，啊，即问题题目太大，啊，所以若讲无甲周知的所在。啊！再请大家谅解，多谢大家，报告完毕。哇！就多谢咱的主席，给咱这么精彩的分析啊，分享伊诶对咱台湾的出路的演讲吼，咱再来一摆会，好谢，多谢主席。时间哦，我相信咱乡亲也有可能有足侪问题要来甲伊问，啊，咱即摆来开始做 Q&A， 哦，有问题人拜托举手啊来问出问题。阮啊做游乡秀，我是Ohio，Ohio来，拄啊一个吴主席，讲了真对。贴出这，即卖世界是变作经济决定，即以后 economic 决定即个 future，OK、okay? 啊 ，EM era 是啊做 internet era， 所以台湾虽然小，但是呢，那甲全世界的交往呢，咱不一定会输着中国较大，啊，是即个中国思维。这个印度是一个提高科技、发展高科技，由上而下。咱台湾敢无法度提迄款的提 high technology 来台湾的有关 ，instead of low level 像中国迄款的已经过时啊。好，这第一点也让猜出因的好处。啊，这少年人起码大家拢是 E era， 台湾有进进度。第二，用台湾，我想台湾所欠缺的是一个国家意识的建立。台湾国家意识的建立，所以大家拢伫遐迷失，就是伫遐，因为伫中国。啊，这个前景如何？比如讲，伫美国遮出生，伫美国生，对美国就有一个侵略感。啊，一个中国遐人，第二代伫台湾，后摆 perspective 对台湾行动如何？咱台湾国要安怎甲这个遮台湾意识遮维持？不管男女，拢来为这個台湾国家意识的建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啊，唔知即主席有啥物考虑？多谢。作为问题啊，答案是水答，水答，哦，水答吼。有啊，多谢指教两个问题吼。我先去讲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国家意识、台湾意识的提升，这是一个渐进的这历程吼。啊，但是爱愈早做愈较济愈好。啊，我会记。以前总统离开，即号做总统职位，啊变号做总统了。伊组一个做军策会，啊，即军策会，迄阵啊，我拄仔伫美国，叫我转去甲完成即
法定的程序该筹备完成。啊，所以阵仔个工课就是讲，军政会做啥物？军政会要做吼，即建立台湾的主体性，提高台湾的意识，早一日予台湾成做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。所以阮有编做三十多本的即款台湾意识的书，讲台湾的历史、台湾的地理、台湾的文学、台湾的艺术、台湾的音乐，等等等等吼。无就是讲是民进党的本土的，你嘛无法度人甲变，因为讲你若变的，我预算就甲你砍掉。啊，所以是要控制掉的。所以将来即号做伫我委员的改选哦，尽量我逐日行行当会当差不多去超的，咱会当占多数安尼哦。啊，这问题哦，伫正规的即校教育、历史咯、文学这方面的。都会当得到真大个，即个做诶解决咱进步。啊，经济方面技术的创新非常重要。所以你讲咱，你讲了做电子这方面呢，伫韩国落后啊，就是咱呢，拢是咧做代工啊，即个。啊，所以即技术的创新呢，咱国家应该将呢，像我迄阵即个做技术人员，要做。伊做正面新的个技术学，迄阵啊，像迄张忠谋伊这一路个，迄阵啊技术拢是伫个研究出来。咱台湾投资伫研究创新上面，爱去加强。啊，我是讲台湾咱少年人啊，参这世界发明电脑，啊是参加拢得到金牌几十面，拢安尼真出色。所以咱内底哦，咱个在座个各位哦，那有吼。有一寡才能吼，会使等于投资一寡少年人吼，即号做有关因来甲因奖励吼，啊，看做私募基金也好啦吼，成立私募基金来做投资吼，我看台湾嘛无一定会出，无嘛有可能会出现像个少了即款号做即款人吼，所以我看投资创新啦吼，啊，即爱加强啊。台湾国家意识这方面，要继续提升，我是完全赞成的。多谢，过来，哎，我请个坐下，拍照，你看这个怎么？好，我恁问的代志，我实在是早已经问过，但是我无得到我咧期待的回答吼。你知影这个胡锦涛这个年底就下令。哦，哎呀，照迄个袁隆平的册咧写是讲，有一个说讲中国共产党会甲马英九甲阿扁建议，胡锦涛下令以前，哦，在含台湾签一个和平协议，和伊会当讲有一个完全统一大业的这个历史的那个事，哦，我的题目是讲。假设这个代志真正实现，哦，阿妈研究伊在年底，还是讲甚至明年春天，甲你签一个和平协议。迄个时阵，无论是台联，还是讲民进党，还是岛内的党派的势力，有咧想这个可能性啊无？有咧准备讲要安怎抵抗这个秘无？我咧问迄个 method 哦。即我前段小可有提起即和平协议的代志，原本有咧预测来讲，胡锦涛要落台进程吼，要有一个历史定位啊，啊，参马英九哦，啊，联手来创一下啊，即个和平协议吼，啊，两个人拢来顶诺贝尔 prize 顶顶吼，啊，即款的即款的可能性，较旧年来讲，进行的时间来做这猜测，做这预测呢，应该是有相当的这款理由合理。